句话我都记得，所以你看到了吗？嗯，我看到了。你呢？秒针滴滴答答，我也看到了，转动的每一，他一直都在我身边。此时此刻你还好吗？总在梦醒时候，假如放下一切，反复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？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。假如放下一切，奔赴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？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。我们之间不再是平行线。我就是想感谢你。我小的时候芒果过敏，严重的时候呼吸机麻痹，心脏骤停，所以我就是想感谢你。因为我爱你。下此时此刻你还记好了，所以总在梦你是我的了。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假如放下一切，
反复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。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。我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危险，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的。严先生，怎么样？现在要不要帮忙？还是说，你想要再尝一尝泥土的芬芳？